提起天台，我都会想起以前 TVB 大结局嗰阵，一定会嚟翻个天台 BBQ。不过呢次要介绍嘅唔系 BBQ 天台，而系魏英林峰嘅天台。吓、啊，去个深圳都可以办喺英国旅行。位于罗湖区嘅艺展中心，其实系一个 designer 采购嘅地方，所以艺术细胞唔够嘅人更应该嚟行下。喂，我系咪指我啊？基本上每一座都有一个文青天台。虽然冇得 BBQ， 不过你可以喺度扮嘢，左影右影都唔会阻到人，唔会好似深夜上城咁同人撞样。不过夏天上嚟就要小心啲啦，唔好以为你晒一晒就变成古天乐，点知最后变成东南亚人。离开东南亚之后，我哋又嚟到文青最中意嘅空中花园。你哋色彩鲜艳嘅墙，好适合影相打卡，唔使化妆都直接自然乔装，连子画都 O 晒嘴啊，根本唔需要 PS。呢条巷咧就系网红打卡点啦，白色嘅墙身咧就好适合影相嘅，有阳光嘅时候咧，其实真系好靓。正啊喂，每个天台都有唔同嘅风格，一次过俾你扮足喺唔同嘅国家。呢度就有少少寒风。不过搵唔到炸鸡添，唔系啊嘛，最后一个天台竟然系英伦风，冲埋出亚洲，连机票都悭翻。不过夏天过嚟嘅时候，除咗带走靓相之外，仲有可能带走一堆蚊蜡。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斑马，过马路要行斑马线之外 ，weekend 当然要逃离 office， 出去行下。今日系咁多啦，下期再遇。